译者陈慧玲台北报道。五月天昨晚完成人生无限公司桃园第四场演出，开心夸赞粉丝，人生是有限的，你们的热情是无限的。而五月天每场演唱会都有不同惊喜，让粉丝频频接招。昨晚在桃园国际棒球场上，五月天的歌曲多次让粉丝嗨翻，不过其中一幕主唱阿信却好像被周董周杰伦上身飙唱双截棍，开心唱着哼哼哈嘻，唱完还开玩笑说，哎呀，我们真的是不能认真的个性啊。一首还不够，怪兽又跟阿信说下一首千里之外，阿信爽快唱着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台下歌迷全都高声接唱。这时阿信笑说，等下我抓到了吗？怪兽好笑又好气说，这首歌合唱声音比刚才任何一首声音都还大。玛莎也说，什么跟什么啊？怪兽笑说，来五月天演唱会唱周杰伦，五月天演唱会每场都有开心笑点，翻摄自脸书，阿信中总能在演唱会上逗乐粉丝，翻摄自脸书，五月天开唱场面动人，翻摄自脸书。